快快快！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任性，她还有一些嚣张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叛逆，她还有一些疯狂。没事儿，瞧瞧脚下，反正醒着也是醒着。没事儿，刷刷小好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那是小燕子。那个戴着娃娃头和他一起表演的，难道是永琪吗？是永琪没错。他们居然在街头这样表演，只为了有人包了他们的面店。后面那些男男女女，难道是紫薇、尔康、晴儿他们吗？我就是这个姑娘，哦。天天嘻嘻哈哈，看到风儿就起浪，夜色迷迷糊糊，大伙小伙一起闯，还在山山水水，燃爱的送走四方。这根本就是在唱小燕子吧。原来他们都有自知之明啊。我就是这个姑娘，姑娘她有一些任性，她还有一些嚣张。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，她还有一些疯狂。我是你的姑娘啊，啊，我就是这个姑娘。落院外光临，十全十美。福大人，怎么是您啊？阿玛，我们跳了老半天，原来跳错了。福大人，您是来吃饭的吗？我们十全十美面馆今晚上被一个罗员外给包了，实在不方便招待您，您能不能回您住的客栈吃饭？好了好了，福大人福大人，哎呀福大人福大人，不能招待福伦，可以招待艾老爷吗？什么老爷，又给我改了姓，我是艾老爷。艾老爷，你就是那个整天嘻嘻哈哈，看到风儿就起浪，也曾迷迷糊糊大祸小祸一起闯的。你的歌声我都听到了，如果我早听到的话，也许我会包容很多吧。永琪、尔康、班杰明、紫薇、晴儿，我们可以进餐厅了吗？是。